昨日有网民上载拍低了一宗六车连环相撞事件，但不少网民都觉得亮点是拍片者的配乐。所以说配乐的影响很大，但换了气氛就完全不同吧。汽车消灭记忆那裂痕，忘记曾坐着你车迈向荒废树林。从前有好多车，有日佢哋撞咗。在森林原野是多么自由逍遥，尘埃的朋友啊，你在伤心。揸快车，我就唔会超速驾驶，影响一生。系咪感觉完全唔同呢？